新的奇迹的峡谷大楼将按发生火灾有两个消防队员殉职。高雄职员有五个站改名，但个资讯并无公布换新的，造成混乱。阿根廷环球小姐比赛60岁律师无进入决赛，但个又摕到奖项。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5月27日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智慧。新闻一开始来看到，昨暗10点半，新竹市有一个社区大楼发生火灾，在拍火过程中，有两个消防队员，可能是因为上锁用完啦，就倒在大楼的楼梯，经过抢救也是不治身亡。现场真侪台消防车伫咧拍火，有人讲，因对电梯落来时阵，看到警卫一日开变电箱，结果火就烧起来，也有大火加警卫四处找袂过去。这件火警发生伫咧新竹市东区某一栋社区大楼，敢若是地下室一楼放电缆线的管道间着火。消防队伫昨晚10点55分接到报案，到现场拍火，火伫11点35分被控制。迄当阵现场无电，传讲有大火，也搁伫咧内面，有两位消防员搁在入去大楼内面找人。透早12点15分，收到喊救人的信号，被发现两个人敢若是因为派气管仔无气啊，都伫咧二楼要去三楼的楼梯间，赶紧将救生送去大大家马街边急救，因过两个拢救袂住，不幸殉职。我们有两位消防同仁不幸的因为吸入过多的这个浓烟，我们也很不幸的殉职了。这两位消防队员是金山分队的队员李英珍加周立新，新竹市长郭宏安在第一时间赶到并慰问家属，讲会尽全力协助后事，一若详细大火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发生这场火灾之前，新竹市香山区昨晚5点半是先发生大停电，有1350户是停电，台电是紧急抢修了后，在暗时7点50分恢复供电。台电表示，会停电是因为一只碰器爬去电火跳火，造成快速跳脱才会停电，毋是因为电火跳火导火，对造成民众的不方便感觉心累，会加手机更加强线路识别巡检，减少停电事故发生。所来看到实际有一个警察，昨暗是甲朋友伫台北市啉酒了后开车，结果伫等红灯就困伫路中，伊个故作警方对酒测。警方嘛，已经有规定，怀疑18万，实际分局嘛，将伊记一台过调入痕迹。你要拿车，如果你要拿车，我拿水给你。你要去厕嘛？去厕。日头透早，警方接到报案10点，有一位穿白衫的查甫人，一个人开车，在人行北路甲市民大道路口等红灯时阵，竟然困去，那是规身骨拢酒味，还佫故作做酒测。你有要做推测吗？没有。第二次问题，你有没有要进行推测？没有。警方照规定开一张18万古早酒测的罚单，而且伊竟然还阁是新北市实际警分局的侦察队森林的环境。休假时阵，甲朋友去信义区酒吧饮酒开讲，二人透早5、6点结束了，开车要回去，才到半路被抓到。发现林姓员警有酒驾情事，该员亦表示拒绝有测，员警遂依规定举发，本分局将依规定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单位。及列管加强辅导，做警察一个知法犯法，警方也拢照规定来。森林的环境因为一时酒驾，特别以警照留一个污点，除了罚18万，吊销驾照3年，也和分局记一记大过，调离现职。记者综合报道。休困唔啦，饮酒都要控制，买记个规定，登去营区。陆军都一身兵，昨下都应该登去营区咯。所以今仔是环路工，无得通过感谢升职，伊就开车登去训练的古厝。军警协商了后，已经早登去部队。陆军讲会依照规定停驶，加强心理辅导。白色轿车停伫咧营区外口的桥上，朋友落车食薰，赵姓士兵趁机会将车开走，过程拢扣监视器翕落来。台中成功岭营区26号暗时发生部队伤兵超过时间无归营的事件，朋友发现了后马上通知赵南的阿兄，又加速通报军方甲警方来找找。本属步兵山洞两旅赵姓新兵，昨天晚上在有人陪同下驾驶家中车辆返营收驾。但因突发性情绪问题，趁有人下车吸烟，独自驾车离去。
陆军十军团表示，18岁赵姓宜男是士兵，属于一年义务役，目前新婚入营第7礼拜，部队规定暗时9点休假。赵男是7点外来到营区外口了后，因为证书问题开车逃离，最后是暗时9点外伫咧婚林大西厝内找到赵男，而且伫咧27号半暝带转来营区。初步调查，赵男是因为烦恼无法度通过监测，有可能焦躁的状况。目前人员透过警方协询后，今天凌晨已经平安回到营区收假，后续有关惩罚和心理辅导部分，我们会按规定与机制来做。军方八会赵南兵某外团的制服问题，认定是超过时间休假，也无到离营7天的逃兵标准。后续依调查结果，处罚禁足悔过，也会加强官兵心理自伤辅导的措施。记者台中报道。伫咧网络是有真侪假投资广告，今年第一季警方就假到超过300例，即嘛是连学生社团面册嘛出现假，听来骗人，个人去用赖群组假红酒买买骗去，损失要花300万。这两个查甫人竟伫咧咖啡厅开讲讲生意，一个人讲是咧卖酒的，伊伫咧编资料，而且讲到嘴角转转泡，落尾手到药工店了后，现金提过手就想要逃跑。警方是随个抓落来。啊，你有通报啊？有啊。啊，他这边干？第一次？怎么可能第一次？原来这个穿黑衫的查甫人，伊根本就唔是咧卖酒的，而且涉嫌做车手。根据警方的调查，背后的诈骗集团为赖店员找身份人进行红酒的假交易。有一个载客运车的司机，都去为数骗去，开要300万，就是讲伊抢到60罐2000年的拉菲，会当阁赚一手。不过，什么红酒、什么利润，拢是一场空。配合被害人再购买红酒30瓶，面交新台币150万元。犯嫌取走现金时，当场识破其车手身份。早期的手路是800款，因重要的管道都是网络平台。今嘛，还阁有学生社团甲白种爷去互套用来骗人。台大证券研究社伫人民册发布反诈骗的声明，因为伫个网络顶出现假的白种爷，欺诈的数量是无几个。为名称、小改、头像、logo 是拢写了一模一样，而且阁开假的赖群组、报名牌、投广告。其实这种诈骗的白种爷或者是广告，警方处理会甲摕落来，不过先抓嘛抓袂了。警方通知广告下架后，相类似的诈骗广告人重复上架，在此呼吁网络平台业者应做好源头管理。网络顶充满侪侪投资诈骗的广告，根据警方的统计。果是今年第一季，通知 Meta 对网络顶摕落来的，都有32000多条 ，Google 毛变2000条。不过旧的才打台掉，新的又搁出现。假投资违法的广告，也是伫个网络顶四界夜夜飞。记者综合报道。需要进行管理的，搁有民众违法的行为，既然都民众指控有动力飞行伫徛街边啊，卖了真假，搁有发出噪音，实在是真危险。经过管会交通处调查，这些操作的人确实是无经过申请，会移交民航局来裁处，相关会当罚30万。动力飞行伫天顶咧飞，发出 engine 的声音。有民众讲，最近伫三线甲银山。看到动力飞行伞飞过真家厝附近，看到是感觉真危险，而且声音嘛真臭人耳。烦恼咧，我惊讲无油啊，啥叫连落来迄个咩命？声音蛮大声的啦，所以抬头看就发现有那个它在天空盘旋这样子。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嘛去现场处理，登记操作飞行伞民众的资料，然后就放伊走。有诈新闻无？有诈身份证无？经过调查，这些操作动力飞行伞的人，是位南洋客水头牛达起飞。因南洋客飞行，结果伫个起步降落。官府讲，目前无民航局核准团体甲飞行的场合，然后动力飞行伞飞行是属于违规的行为。有飞行伞的教练嘛表示，监控飞行的行为，无论安怎拢无应该伫人家厝附近。但是他不能在民众的房子啊什么的，然后干嘛的，反正就是外面非自己的场域里面，同时以低空飞行，因为噪音很大、啊。这个老实说，大家都知道啊。那目前民航局并没有在宜兰县有核准动力飞行伞的飞行的空域，所以我们会将警察局这边收证的资料，那移给民航局，那请民航局就依照相关的法令来裁处。依民航法的规定，动力飞行伞顶顶超轻型的载具，伫无经过核准的活动场地飞，依法会当该警告，或者是罚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进行人检中者，会当停止伊的活动，或者是废止伊的操作证。
官府嘛会甲专案搜证的资料，交予民航局来做裁决甲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第一号风台艾维尼，昨仔是伫菲律宾卢松岛形成，有果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不哩过今开始，黄山澳规个方面报道，西半部佮东北部地区会转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今年第一号风台艾维尼，礼拜早起位置带上低气压，发展做轻度风台，目前伫卢松岛附近，以每点钟高转14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边行驶。气象专家估计，未来强度还会增强，不过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那预测未来的话，会转向这个东北的方向移动。那未来一周可能就会从这个琉球的东南方海面通过。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影响。专家分析，今年头一个风台在五月底形成，跟气候变近代小话。现在艾维尼风台拜一到拜三离台湾会较近，但包括海风影会较大，不过对台湾的陆地并无影响。气象署提醒，礼拜暗时开始，地流方面会豆豆瓦紧。拜一开始，西半部甲东北部会豆豆转做是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公雨的天气。东部嘛有部分所在有短暂阵雨。但拜二到拜三，方面会持续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28号的话，就会直接受到封面的影响。那这波封面的结构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扎实一点，所以在28号这一天的话，各地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到拜四的时阵，各地水气会小可减少，不过刷来拜五的顶半部，还有另外一波方面挖紧，会持续影响到拜六礼拜。到时西半部甲东北部，又过会转作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公雨的天气，东部甲东南部嘛有短暂阵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发现讲，台中的大溪九号步道最近是有真侪刺毛虫，予人看甲会惊。学者就讲，这是一种野幼虫，但年五月到六月是爆发期，可能是要出来找食的，并无毒性，请民众放心。黄青青的幼虫尾啊，阁有翘起来，模样看起来真惊人。最近袂少来到台中大溪九号步道登山的民众发现，步道周边拢出现大批安尼的幼虫。袂少民众表示，就惊讲去摸到，只会使小心来撇开。它碰到你的身上的话，你会更怕。为什么？就像你讲，你会痒或干什么会抓伤啊？拄到就好啊，都伊咱阿妈甲讲，唔好去阿里啊。常常来台中大溪步道的民众表示，伊用真罕哩看到，不过天气反转了后，大溪九号甲九十一号步道的中段，步道的周边甲雾中，拢出现因的形影。长久观察当地生态，郭秀老师表示，这是个月天鹅幼虫，之所以会大量出现，可能甲区域环境较叮当有关系。推测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前阵子，他们在产卵的这个阶段，那刚好是雨水降雨的条件，气温都符合他们的需求。它会爬到树下来，是基本上是过树那个量多，过树被它吃光了啦。啊，吃光它就要下来到别的树去找它的吃的嘛。学者表示，个月天鹅幼虫在一下了后，就会常常出现伫山区。之所以会大规模的出现，意思是想要找食的刷来刷叮当。若是气候甲环境拢适合，数量会搁较侪。不过本身是无具有毒性，若是无小心摸到，只要手洗好清气就好，无需要伤过惊吓。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美国中部失去强烈风暴袭击，在几落个州造成大范围的破坏。目前上报是有10个人死亡，其中德州北部一个社区，更是因为加烈风，有7个人失去性命。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遭受到强大风暴侵袭，对社区造成严重的破坏，树啊倒，上万户失电，货运司机休困站规个拢害去，一个进入户外分类内边也受伤。这场风暴自二月八日暗到二六礼拜早起，扫过德州、奥克拉荷马州，一个阿肯色州，造成真侪人死亡。风暴来进前，气象专家甲政府当局拢发警报，叫大家爱找所在避。若是拄伫咧有这风暴会行的路线顶头，爱随避起来。而且伫咧奥克拉荷马州往德州交界的所在，二月暗一个发生连更风。奥克拉荷马州的克莱尔莫，真侪厝的厝顶拢被掀冰伫咧涂骹。另外，电话登记、手腕都去得着处，对这位库克郡高金社区受灾正严重，有包括囡仔在内几多人死亡。Out of nowhere, my mom started screaming.
I'm dying. Like everything's moving. Like the windows are broken. 气象预报讲，二七八日，规个防暴系统会向东边散。阿拉巴马州到纽约市大范围的地区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阿根廷环球小姐的神秘比赛，进行通过地区比赛六十岁律师，并无进入决赛。不过，伊也是有得到奖项。伊讲，即届取消年会限制，会当参加比赛，这是改变社会观念的头一步。已经来到六十岁的罗德里格兹，伫全国赛的参赛队伍中，甲大家同款，穿滚筒鞋、甲游泳衫顶上挂历，也以用的红色礼服伫舞台散发自信。伊是伫环球小姐组织修改参赛年纪的限制了后，会当参赛。另外，还有一位40岁到37岁的美女参加这场选美大赛。有的参赛女性已经是做人母亲了，这在以前的选美大赛是不可能的。Una aventura loca que emprendí sin expectativas, nada más que con la idea de enfrentar un desafío nuevo. Me animé porque la verdad que había que animarse con 60 años a emprender este proyecto. 罗德里格兹在今年四月的地区选拔赛中摕第一，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小姐头衔，登上国际新闻版面，稍后继续参加二月的全国决赛。虽然最后气氛台调，无法度成做阿根廷小姐，佮代表阿根廷参加环球小姐选美，也毋过得到最佳羽毛奖，伊认为已经成功，让人对水的看法开始转变。Son líderes en lo suyo y pueden inspirar a otras mujeres, así que creo que es algo muy bueno que全球上大诶选美大赛环球小姐高达超过70年，过去对参赛规则设下严格限制，但过随着时代改变，也一直调整到2023年。参赛选手年纪限制伫18到28岁之间，但过为2024年开始，参赛人无年纪诶上限。另外，以前已经结婚、离婚、有生还是生过囡仔诶拢未当参加，即马遮诶规定拢已经拍破。全国决赛迄日提到相关诶是29岁诶变。那家母，那依照以前的规定是超龄，都无法度参赛。恭喜新闻五五零朋友。世界卫生大会开播，台湾的邦交国甲优待国家是拢发声，邀请台湾加入社会。另外，各国甲袂当伫大流行协议达成共识，即嘛影响全球未来公卫甲防疫发展。海外侨胞甲留学生准备好势，大声喊口号，展开礼拜日下昼游行示威，全程以台语甲英文歌曲表达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诉求。我们要的是公平跟正义，但是我们是温柔理性的发声，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每年都会来。这是民团在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进行上强烈示威。本届大会以 Of Health, Health for All 做主题，注重全民健康，除了会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讨论和修正，也唔忘各国会当地关系全球方式的大流行协议上，包括利益甲资讯共享机制、知识甲技术转让等面向，取得最后共识。其实大部分已经有一些共识了，就是病毒资讯的共享，可是中国都不提供嘛，好，那他会今天有这样的分歧，我觉得 COVID 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教训，主要是我觉得对中国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不信任。除了全球公会议题，台湾敢会当突破中国压力参与世卫，也是这摆大会焦点。中国长期以联合国2500号国旗技术性主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台湾主张这份国旗无认定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甲其他国家建交也是参与国际组织，中国无权干涉左右。第二日，台湾主办的外交场合上，几个友邦国家卫生部长拢有出席，因指出台湾协助他国医药卫生发展的实际案例，呼吁世卫有必要和台湾加入。As a developed country, their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ir resources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ours.在本届世卫大会开始前，有超过70个国家用各种方式帮台湾发声。而在开议后的入会审查案，台湾的友邦国家也将和中国进行2-2辩论，来为台湾争取机会。以上是记者梁燕、林志坚在瑞士日内瓦的采访报道。立委提案，放定80岁以上的被看护者，甲70岁到79岁感情年纪以上的无需要巴士量表，就当申请换一看护。不过，劳动部认为，再看一下登记服务跟医疗专家，需要跟卫福部讨论。
台湾今年高龄社会，每年更加进入超高龄社会。针对进行总统大选期间，敢是取消还是放宽八十量表申请外籍看护的期待？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二次排审就业服务法修正草案，立委都提案放宽八十岁以上被看护者，加七十岁至七十九岁调调干净日期以上的被看护者，无需要八十量表都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有很多家庭，他家里是有体力比较衰弱的这个长者，他不一定有一个特定的诊断。所谓的这一个对亚健康与健康长者的服务的多元陪伴服务，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它可以让它的价格亲民呐、它价格是会比较亲民的啦。那因为那比起家庭帮佣，其实他所付出的成本，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要不过两项立委经会议，那修法全面放宽，可能会好外籍看护更加会轮做家庭帮佣，而且可能好外籍看护经工作内容，只想要照顾好照顾的轻症者，颠倒排除重度失能者的申请需求。是不是大家就又开始去挑工作，最后会变成比较去照顾八十岁以上，因为他们自主能力都 OK， 好啊。可是呢，事实上是重度需求家庭的这个聘雇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八十岁就来放的话，然后而不做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的话，它确实很可能会造成重度失能者被排挤。现在的做法是希望能够把它进行一个区别化。就刚刚一块是用多元认定，另外一块是用陪伴照顾服务。可能过去要发生医术因为拒绝替申请八十量表的病人开立鉴定和家属派案例，和北山强调目前已经开放失智者、新长者等三大族群免用八十量表申请，若要全面开放到八十岁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涉及长者服务甲医疗专业，需要各家卫福部专家学者充分讨论，审慎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新教育部长戴英耀去年发言避询，对总统赖清德讲，希望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伊讲，上紧伫明年七月就当实施。啊，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质疑，伫业务报告拢无看到，明年敢真正会当实施？新竹区上任满一礼拜，新竹教育部长陈兴耀一次第一摆到立法院避询，表示心情是真奇妙。我心情，我想，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个，我们都一直期待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总统赖清德五日空就一演讲，主动讲到希望中国开放学卫生来台湾，陈兴耀证实，相信明年七月就已经上路。啊，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教育部会一篇三十多页的业务报告内底完全无讲到大陆生，尤其两岸中西对话交流的可能性拢还未确定。中国是意图无回，那会上路明年就已经上路的。没有放在里面，原因是什么？是不确定，没有信心达成，还是？有难言之隐。我的疏忽，那我们会来深切内部，我们会检讨。教育部要启动下一波扩工研修的前置作业，无排除将数位学习加 AI 人工智慧应用纳入扩工内底。啊，不过民进党立委更加关心教学第一线的各中小老师行政兼容问题一直拢无解决，希望新官上任应纳入改革方向。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到行政减量这件事情？甚至到最近都还有投书，现场老师对于行政减量是非常非常非常无感的。我们希望中小学老师跟主任他们应该回到教学的一个专业里边。另外，洪明凯也提问，即马学习历程东汉就亲像军备竞赛，市面上甚至开价几十万。但营销升进，还有一挂业务也无上手，需要搁较了解。承诺会伫三个月内针对学习历程东汉制度提出检讨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今日欢迎避询的，阁有司法部长吴淡然，伊推出政策新三件，伊讲会伫三个月内建立打杂通报查询帮，好民众会当查询。另外，目前立法院是还未通过打杂专法，若是讲平台业者无改善诈骗的问题，也请业者林嘉碧多做改善。司法部长吴淡然上任了后，头一届去立法院进行报告，推出三项新的政策，包括推动掠诈骗、强化数位韧性、发展数位经济，安算伫咧两年内培训一千个治安人才，打造数位高速路网，而且安算伫咧三个月内建立掠诈骗通报查询网，可以把那个讯息
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报查询网，然后我们会利用人工智慧跟程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后再决定这样的讯息来做分流。法律的容许之下，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停止解析的工作。台湾立委除了政策的推动，大部分把重点放在抓诈骗的这个议题，亲像赖甲人民找等等国际平台安怎管制，安怎进行下部会处理。那个数位的部分是你负责，但是治安调查的部分是内政部负责。打诈这个，我们这个打诈查询网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通报整个，包括警政署，包括其他部会。国外的这些赖啊，或者我们脸书这个部分，点诈打诈专法会要求这些人在台湾要落地，或者有法律代表，他们如果不配合。包括打诈工作，我们可以对他罚款。虽然是没无法可管，对，现在是无法，但是希望很快。但是你应该要求这些平台业者了。我会常常找他们来我办公室喝咖啡了，我还会威胁他。造锤圣小喝咖啡不止喝咖啡，还威胁。不是威胁业者，应该是啊督促。督促督促，但我用词不当，对请你更正哈。对好。可能是头一次避讯太过紧张，吴安南无细致用威胁这个词，也去向立委纠正，才做这顺的小故事。也那立委甲问讲，敢有安排出国考察的行程？伊讲目前是无，不过若有需要，还是会出国。记者综合报道。国土计划法每年实施，按个分林关有800多公顷农地向违造农业用路用地、农地一般用地，其中针对违反农地农用处罚是大幅度提悬。有议员就认为，若是处罚提悬，农民恐惊无得负担。分林关副市长会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农民权益、农地价值这问题向中央争取。因需求，不少农民拢会兴建农舍使用，但有诶是违建。以现有诶法则罚60,000块，但明年若是国有诶计划法上路，可能会重罚300,000以上，互农业大县阮林农民真烦恼。哎，即马毋知爱过安怎，阮逐年拢爱过罚钱啊，讲有大厝顶诶拢爱罚啦。300,000到150,000，甚至有100,000到500,000的，这个如果一开罚下去，一实施以后。很多农民啊，他承受不了啊。有议员表示，文林农业面积145,000多公顷，根据文林县国有公林分区图草案，农业农地总共有87,000多公顷，明若是违反农业农地法则提高，会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权益和地方发展。这些年轻农民，他们回来耕作的这个意愿，对我们的整个循环发展其实是不利的。我们有关政府，我们政府应该要很严谨的检讨来看待这个问题。我想太过严苛的一些限制，以及太严格的一个惩处了哈。我想对一个农业大县来讲，不但要限制它的发展，又要对它哈加以惩处。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农业大县，对我们农民是严重的不公。吴冠武就讲，文林县将近50%民众从事农业，国土的计划法对农业大县严重不公。县府将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农民的权益如何保障、农地价值等等，来向中央各争取。记者杨文丽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长强森是指派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团访问台湾，这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第一个来访的美国国会团。赖清德跟副总统萧美琴也接见时阵，是感谢美国对咱台湾的支持。未来新政府将秉持四个支持，并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加深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我们来台湾。We're here on behalf of Speaker Johnson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a bipartisan basis, supports Taiwan.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stand together. I always like to say. 麦考尔一开始用中文讲“温爱台湾”，得到现场的破声。赖清德甲麦考尔嘛，针对印太和平稳定甲台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外交部嘛感谢美国的具体行动，这个展现无分党派支持台湾。访问团嘛对咱台湾甲美国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真有帮助。立法院审查国会一款法案的分调，那样立委是呼吁赖清德总统都要召开国事会议来解决。不过，那样总调部分机密强调一定会删除。另一总调郭建铭中心，那是删除都会申请释宪。郭建铭阁话讲，大家坐落来参详。吴国昌讲，未阁行入去院长的办公室。
我们当家的当总统，如果你没有控制这样子的事情，没有限制你的人的话，所有的立委还有议事人员都活在恐慌的日子。李桥丁目屎流目屎滴向总统赖清德发声，因为李氏甲联合立委林淑芬发生肢体冲突，佮反击甲不惊吓，要求林淑芬回室内，若无退告，调查已经三度公房国会即款法案，那被变二被删脱。林亚东团总调郭建明发声先坐落来讲，要佮民众东团表明无接受无直播的调查协商。我不会再走进那个办公室。走进那个没有直播的办公室，出来怎么样被造谣抹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有南亚立委呼吁，赖总统召开国事会议，邀请赖北东主席同齐解决争议。也不过郭建明批评是转移焦点，佮表示法案三读一定申请实行。南亚东团总调不管其强调，立委一定变三读，无袂记得批评执政党何调民众直直反映外靠控争。我们在明天会全心全力的。让国会改革无法顺利的来三读，对于民进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这是世界奇迹哈！国民党现在很会转移焦点，其实这个这很简单，韩国一句话就停下来了，大家遵守议事规则，照程序来就好了。行政院长戴永泰在接见北美代表会时，为一党强调家己会继续努力，看到我希望会当善意的回应，民众台北会当唔免阁集结。我希望两院之间能够平顺的互动，互相的尊重。我现在更希望，我等一下还要努力看看，是不是明天呢、啊，我们的群众不用集结。立委林焕炎有计会阁引起表决大战，那三度通过公民团体无排除联署，替公民护国还债。另外，行政院监事会呼吁，行政院表示必要的时会适时应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新国会一款法案先去部分民众支持，除了有民众在立法院外口抗议，今仔起在南部某民间团体在高雄一温美丽岛站，是呼吁立法院将法案退回中心。国会滥权！民间团体代表做会话口号，反对立法院通过国会一款法案。而且透早高雄美丽岛站外口有南部十几个公民团体共同呼吁，将国会一款法案退回中审。不只是说可能有违反宪法的问题啊，那更何况它有一些部分也因为涉及到人民的权利义务，那它其实也没有考虑到是不是会造成一个。过度跟不当的影响。欢乐法案不是真正要改革，只是想要保护民进党民团对法案内底看清国会，要惊民确性提出疑虑，嘛质疑法案无经过实质审查的立法程序。参加的欢团更欢乐，华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等三案无经过相关评估。变相的立法的手法来去逼迫行政部门，好像去把这些制度都架空，因为已经立法说要盖了，那我们就不用管它有什么环境影响，不用管它对在地居民的影响，大家到底需不需要？国会一款法案的争议继续扩大，支持修法的人认为。南部不是单有一种声音，国会听证权甲调查权拢是民进党过去捌提过的方案。即马刷抹黑法案的内容，根本是看轻台湾人。民进党们不断的扭曲造谣，藐视国会罪的内容，根本就忘记了官员本来就不应该在国会说谎啊！如此的没有是非，根本就是在藐视台湾人。反对支持的人各有讲法，除了民团接受议事的高雄大路过。反对方民众二八嘛，搁一摆举行声援的行动，呼吁民众继续关心立法院甲法案的动态。记者陈环武、柯正准高雄报道。伫咧花莲这两天出现的抹香鲸，也就是观察头是有高价这么多，这对学者感觉真好奇。敢是讲地动了后，因为无观光客，看海岸的船减少，才会造成这款的原因。要研究东部海域的海洋海底生态花莲馆，福建文山协会从2023年开始执行去太平洋观察头海洋的计划。最近这两天，就在清水断崖海域发现有高只，其中一两只比上海洋船较大。一头蛮大的，大概16公尺长，快跟一艘船这么大的抹香鲸，就没想到没多久就另外一头也来了，然后就一头一头一头两头四头这样子的出现。六月到八月时，观察头海岸在东部海域出日的时期，这摆有淡薄提早数量较侪，好外界怀疑是受到地动了后观光客减少的因素。毕竟受海洋自然航班少，对海洋海底的干扰度少，对此学术单位也咧调查研究。
那很频繁的活动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水下的噪音。那鲸豚它们其实是很靠听力在海洋里面活动的生物，所以需要蛮长的时间来厘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确定。实际来到秀景码头观察秀景活动，刚是正值。南京秀景公司现场就有一间临时接到一组，因为泰鲁国国家高空防备转来秀海岸的团客，要接管滩地震了后根本无行李。我们花莲港的载客率还不到5%。非常低，甚至有很多的航班我们是开不了，因为只有3,300的客人，一艘船这么大，一艘船开出去，说实在等于是在卖油。业者强调，即马修建活动拢真优先，并未过度干扰海洋海底。也毋过，为四月开始，花莲港八只修建船出船率无够一成，要安怎划落去？即马海上的海岸海底拢倒来啊，也希望观光客会当过来。记者综合报道。绿岛的公关公司哦，逐年拢会替毕业生举办畅水毕业典礼。上海毕业生就伫教练陪同之下，摕到毕业证书，甲青少年初级畅水员的证照，这嘛是全国上早毕业的校号。毕业到公关国小的应届毕业生穿畅水装备，为绿岛九龙海峡露水。在台东大厦体育系畅水教练陪伴之下，畅一位10公尺深的海底毕业典礼会场，校长发毕业证书，祝贺因顺利完成国小的学业。对我们来说，这是每年必须要进行的一个传统，也是孩子们的一个过渡的一个仪式，好，成长过渡的仪式。公关国小已经连续10年办畅水毕业典礼，学校的课程为配合绿岛发展海洋文化，学生拢爱完成插课船甲受水畅水的海洋教育课程。六年的学生在毕业之前爱完成3礼拜初级畅水员课程，了解故乡的海洋环境。学生的毕业证书顶冠过家族摕到青少年开放水域畅水员证照，予学生有这项走得走的能力。我们希望说，我们台东县的孩子这么的，面山靠海，所以对于山跟海，应该要很熟悉。也很荣幸，因为这次体验很特别。绿岛公关国小这场毕业典礼活动是台东县国小第一场的毕业典礼，这摆学校阁配合下礼拜台东县热气球节活动，特别让学生为海底释放热气球造成的浮球到海面顶端，完成规个毕业典礼证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是有5个车站改名，都发生有外游客摕旅游册却找无车站的问题。捷运局就讲，丁香列车站名拢完成改名了，阁有一寡会赶伫月底进行完成。听说高雄捷运蛤蟆新站真侪游客拢要去西雅湾佚佗，原本站名是西雅湾站，最近改名做蛤蟆新站。日前有外国游客摕着旧的旅游册想要去，险险找无路。经本队同仁询问这名日籍老人，只见日籍老人，你说西子湾，根据研判，那日籍老人应该是要到西子湾站。台湾人来讲，可能就是问一下很快很方便，可是可能对外国人来讲，可能影响会比较，我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他们可能比较会 confuse 这样子。警方应对了后，外国游客顺利坐列车，而包括蛤蟆新站在内，高雄捷运有5个站改名，南工山站改做工山科技站，南麻溪加工区改做南麻溪科技园站，另外市议会站甲纪念馆站，拢因应在地化来改名。行驶到新的车站的这个站名的这个部分，那车站广播也会进行更改。那整个作业的话，已经大致是改善完成了哈。那剩一些小的细节的部分，整个会在5月底完成。上个前往捷运蛤蟆新站，也是会当发现捷运外口的公车站依然是旧名。临近店家嘛讲改名要全部统一，有真侪游客拢感觉真乱。交通局回应，路线图的部分已经请客运公司更改，公车站体的大纸则是陆续在更改当中。不是西子湾，是蛤蟆新安尼较有认同感嘛。即马安尼人较知影讲，遮就是蛤蟆新。高雄捷运工程局表示，捷运站的灯箱、列车的站名等大目标拢已经改完啊。其他亲像是旅游手册、华为公车站的站名，也会联系主管机关跟进，希望月底进程拢会当改完。记者王如婷、陈天坤报道。要防天狗日，新北市跨局处模拟鉴定，和各单位实施防治作业，嘛呼吁民众都要掌握四大要领，落实清洁，防止天狗日疫情摊开。建筑工地内底的地基的木啊，拢是积水，后继续单规鉴定，有产生带病蚊啊疑虑，现场工作人员赶紧放一位水管进行排水作业。
无法度排水，是直接伫水内底放油啊来提蚊啊。环保局也伫半径200公尺进行化学防治喷油啊，各气巷内底顺渣将所有积水的容器、地盘倒吸。昨天晚上，车辆也在这进行整坑气度测水。9月27号开始，我们这边会进行列管封锁管制。还有这菜园啊，因为农民放各种的毒水的容器，为了压菜，和卫生单位看作是天狗节、大白蚊啊、三星的高风险的所在，加强监管，来复查了后，直接进行强制移除，各球防疏散加强列管。天狗节开发生的季节，特别到位，新北市提早部署，以及看局处动员。就科技的前景是并恩人，和国家会议熟悉天狗节防治作业。全球的气候暖化，加上所有的气候变迁的一个因素，同时有关这个南来北往国境的这个开放，我们发现呢这个病媒蚊啊存活的期程有所改变，所以在登革热的疫情上面，我们一定要做好事先的防治。新北市府表示，消毒救生员是杜绝天狗节上好的方法。呼吁民众都是每礼拜一天做清洁，各种项顺道清除四大要领，才能达成平常时预防和防止天狗节扩散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毕业季节，台北高中五成啊，第刚一间大学刚一刚毕业，佮拢是摕到专业奖学金学生。另外，福蒙特州立大学接受一只当年伫航空内底走跳陪伴苏醒的伙伴鸟，伊向班花鹦鹉扑水合归。When this is Max, he's been the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for Castleton for about 4 years now. 伫美国福蒙特州立大学卡索顿分校。普通是在学校内面会当看到一只好伴鸟麦克斯四月伫咧巡，学生要甲伊摸、打、翕相拢会使。麦克斯就住伫咧附近，四年来逐天拢来学校散步，伊个性稳定悠闲，老师学生拢正介意。今年毕业季，学校要颁予伊鹦鹉博士。It's been kind of crazy, and but the students love him. The administration, I mean, he's been on the dean's desk and he's been on th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desk. He just goes in and makes himself at home. 最近麦克斯伫咧外口互野鸟攻击，所以较无来学校。学生因就自动自发要来甲伊保护，电力团感性甲主人讲，伫咧都看到麦克斯，即马伊正安全。天暗了，也会送麦克斯回去。予伊个厝内人真感动，也希望这段情谊会当长久继续维持落去。He's special. 另外，伫咧纽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是出现真罕见的五胞胎同一天毕业。不过，洛斯家族三男二女五胞胎，20多年前7月出世，伫咧同一天内面，前后差几分钟出世，也伫今年5月13最近摕到大学个毕业证书。虽然五个拢读无同的科系，不过五胞胎表现真赞，拢摕到专业奖学金。因的爸母1988年自意大利来到美国，因讲饲五胞胎是香港美丽个困难的一段经历。今仔日做伙自大学毕业，也是爸母的骄傲。即届大学的毕业生，4年前因为疫情封锁，拢无法度参加高中的毕业典礼，只嘛伫亲戚朋友的见证之下。完成大学的学业，人生进入新的里程碑。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德国的废水处理厂是将污水提来隔壁路，第一步电和平将处理。结果，邻国人是拢讲口感真好，那是无讲真正唔知影，这是用污水隔隔壁路。高污水卡起来，放入去玻璃杯啊内面，看起来有真侪杂质，但是佫经过过滤、沉降含佫较深度的处理了后，就变作清气、佫透明的水啊。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造成水资源是真欠，这嘛，比如制造商的生意是受到严重影响。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卫生部的粪扫水处理厂含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比如工厂含饮料技术系、城市供水系统工程系、含美国大型水处理含水基础设施供应商塞莱莫来合作，因佫定要运用上先进的技术，伊大家无想到的，就是要用粪扫水来隔壁路。Ja, wir haben durch den Klimawandel sehr häufig Wasserknappheit aktuell und wir sehen das ja auch in Deutschland, dass wir Dürreperioden haben, dass wir Phasen haben, saisonal, regional,
wo wir auch Verbrauchseinschränkungen inzwischen schon haben. Und ein Weg, dem entgegenzuwirken, ist halt die Wiederverwendung von gereinigtem Abwasser.研究人员用粪扫水极好的密度装罐装箱，理论上，这粪扫水经过处理了后是清气的，但是大多数的人知影了后，心理上加减拢感觉怪怪。不过，这酒厂认为讲，爱啉密度的人应该拢是有挑战精神的，因就把这密度载去慕尼黑的贸易展览顶端，请民众试啉，看啉起来是啥物感觉。Lecker, also man merkt nicht, dass es Abwasser ist. Ist wirklich gut, ist wirklich gut. Also es mild und schmeckt super. Doch, man muss sagen, überraschend gut. Ja, weil ich sag mal, wir tun ja was für die Umwelt, wir verwenden Wasser wieder und ich merke keinen Unterschied zu einem normalen Bier. Die Dendam zu Hennei, die Bunso zu Bidu, wo Jengji ist den Schipin, die Schipin schon ist Bebo. Mungo Gebja, Schonsingang, wie der Hyangyang Kornbo, all den Bidu, die Dang, noch ein Gai, mit der Nachjungchi in Mai Kibbe. Gongsi Sinbun, Sinopoi Benyek.感谢您收看今日公司中岛新闻，明仔再讲这时间，咱再会喽。